里吗？有，对不对？就是从这个大门走出去两侧就有厕所了。那我们今天呢没有中场休息，所以呢请大家呢等等在换场的时候呢要记得把握住时间。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日音乐会开始之前，我们希望大家配合我们做一件事情。大家都知道跨年的时候蔡依林有举办演唱会嘛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蔡依林多厉害吗？她请她的球迷，不是球迷，而且她的歌迷朋友不要录影，真的没有一个人录影。那今天我们的橘子有没有等级跟蔡依林一样？一模一样，所以她希望大家比照这个规格来办理。希望大家呢，等等呢，这个在聆听啊橘子的演唱的时候呢，手机拿起来，至多录个限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好听哦，你想要全程录影的话呢，记得不要挡到后面的观众朋友们，也不要挡到你左右两旁的好朋友，可以来到边边啊录。那如果大家呢觉得哇好可惜我没有录到，没关系，我们也有官方录影之后呢，也会有精彩的片段来做试出，再请大家配合了。那我们刚刚呢在进场报道的时候呢，有一些橘儿的周边商品有人有购买吗？周边商品有吗？我跟你们讲哦，这个周边商品只有在今天买才有优惠，我一定要来讲一下我们的优惠，因为橘子有特别的嘱咐我，包含了明信片，今天一张只要50元。如果你今天没有买到，或者是你今天还在那边犹豫考虑，之后卖完了一张，可能网络还价500元起跳，到时候你有没有看到10倍翻涨卖出，那你就赔钱啦，对不对？那除了我们的明信片之外呢，还有写真的桌历以及橘厅，还有我们今年呢因为响应环保，环保年，所以有这个贩卖我们装饮料的小杯套。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呢可以来到前台这边，我们都有做展示，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购买了。讲到这边睡着的举手，我看一下，哎，还真的有人睡着哦，不行，不可以睡着好不好？等一下把你们的热情拿出来。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会就要正式开始了，在今天的一开始，哎，我们的这个开幕的表演就是不一样。怎么样的不一样呢？现在就请所有现场观众朋友们将你的目光借给我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荧光幕有一段影片要来送给大家咯。你们曾有过梦想吗？曾经的我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哦。那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？
人的活力都来了。陈阳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，拜个早年，大家新年快乐。是英文歌，你说谁听不懂？谁呢？熊。
我的偶像的歌。然后我好渴哦，我想喝水，可以帮我拿水吗？我的工作人员们，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歌，有人要猜猜看是什么歌吗？告白气球。不是，也是两个字，但是不是稻香。Thank you.
其实今天呢，说是橘儿的生日音乐会，不如说橘子的好大咖好友音乐会，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嘉宾要陆续的来登场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在这边呢，要在介绍嘉宾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先谢谢我们今天所有有来看橘儿生日音乐会的好朋友们。Thank you.
送给大家。计划吗？对，是。例如最近我们是也可以在一些公开场合上看到你了。对对对，最近开始接个人的公开活动。哇，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是义大粉的，赶快回来哦！不是义大没有了，没关系，义大粉先支持兔妈，再支持雅雅，好不好？对呀，现在有在跑公开活动咯。那如果年后啊有公开活动的话，在哪里搜寻得到？在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YIBI 雅雅 YIBI 吗？一比雅雅，请大家赶快去按赞了。那一样的，小到义大，我们富邦有一位也是从义大噔，就是一直待着元老，有人知道是谁吗？卡卡。没有错，就是卡卡。我们欢迎卡卡的举哦。看到这个历史性的画面，大家赶快先把手机拿出来，刚刚禁止大家录影，但是我没有禁止大家拍照嘛，对不对？赶快在这个感人的一刻来欢迎我们的义大，义大是 Rhino。Thank you.
真的，我们从头到尾都很紧。我的心狂跳，哎，那换这首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卡卡歌后的独唱时间。独唱时间，唱一首歌就滚。大家最热情的掌声欢迎他。他唱很好，这首可以听到。
喜欢这首歌很多年了，所以我还是决定练起来要唱给你们听。然后，好，没有水。因为这首歌我每次都唱到快要断气。其实这次准备音乐会我非常的紧张，所以一直想着。感谢雅雅，好贴心。OK， 好，这首歌呢是陈粒的歌，有人听过陈粒的歌吗？有。好，这首歌是小范送给大家。
水。接下来呢，又有女神要驾到了。这位女神呢，我刚看的是义大的这个妇科的组合嘛。接下来这个女神，我自己很觉得不见了哦。还有这样的，可以直接从我后面溜走的，好多人，你要记得你要留下来访问吗？接下来这个女神是一个异域的结合，为什么你会认识她？还是我们欢迎她出来，我们来访问她。好，可以。掌声。天，太阳压着天空。
哇，我刚看到有一位粉丝朋友，哇，你叫的超大声哎，你是红豆的粉丝吗？还是啊什么？哦，你是橘儿哦。